这个就是 HB101。 如果你家里养花啊快养死了，那么就用它。它是一种植物活力素，可以让已经失去活力的植物重新的焕发生机，重新生根，重新发芽。它不挑植物，什么花都可以使用，不挑季节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，还不挑时间啊，可以长期的使用。那买它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认准，不要买到假货的 HB101 了。正宗的 HB101 呢，它的整个啊这个液体啊是这种淡淡橙色的液体，整个液体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杂质，一定要认准了。那 HB101 的使用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准备一个装水的水壶，然后在水壶里面呢加上500毫升的清水，加好清水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滴入 HB101 了。这 HB101 啊，它小小的一罐，你不要看它很小啊，它实际上用量是很少的，所以它小小的一瓶是可以用上很久的。你养花养的不多，用一两年都没有问题。500毫升水呢，我们只用在里面滴上一滴啊，再来一滴，两滴啊，两滴 HB101 就足够了。然后呢，你轻轻的摇动一下，让它迅速的溶解在清水里。最后呢，浇灌进已经失去活力的花盆里面就可以了啊。花盆里的植物呢会非常的舒服，促进它的生长。我们每周都可以浇灌一次，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，可以让这个植物啊越长越好。